台湾购车游，陪你疯，陪你玩。我叫阿凯。今天这一团呢，我们在半年前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预约好了。好，他们是最早预约的国旅。那时候在疫情还没发生的时候，就已经跟我订好车了。那现在半年之后，我们终于聚在一起了，开始我们的旅程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。我们现在来到南新冰店，南新冰店呢是我们的一个团员，他们阿哥开的。对啊，这个是当地最老的老店，一定要来南新冰店，这样知道吗？超赞的。好，来，我们这边看，这边。古董饭，大力一点，开了吗？开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好，扒开就可以了，不要掉了。好。很多朋友都以为到花莲要买麻薯，事实上不对，来到台东一定要买麻薯麻吉啊，这家麻吉哈非常好吃，叫做陈记麻吉。我认为呢，它真的比花莲的真记还有阿美好吃很多。我们来到了追鹿古道，追鹿古道本身呢，就是必须很麻烦，要登记的哈。平日，我们自己装置一下，平日几个人？平日限量
量98人，然后假日156人，然后我们是156人中的幸运儿。听说里面很美啦，那坦白讲我也没去过了，那等一下带你们一探究竟。现在我们到了 2.5K 左右，这个地方左右才有风景。那在 2.5K 之前呢，真的没什么风景。哇，这下去不得了啊！我们走到了 2.5K 之后的风景，很美，很美。那至于值不值得呢？因人而异啦。那起码来过一次啊，要来过一次哦。哇，你看我这个脚旁边啊。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不得了啊，哇，很恐怖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来这边都要抓这个东西，要抓住，我要抓好。现在我已经爬完了追鹿古道峰顶，那坦白讲很累。我以为下来的时候会比较轻松，下来的时候虽然不耗体力，但是很难走，因为阶梯是很高的，然后石头路很多，我等于爬了4小时又10分钟啊。所以呢，追鹿古道慢慢的走呢，我觉得大约要抓4.5小时会比较刚好啦。如果说呢有来的朋友哈，我是觉得到2.5就可以了，2.5之后呢，就可以回头了，那边很美，悬崖嘛，拍拍照之后就可以回头了。一般呢，带旅游不会这样爬山的。等一下我要开车了。我认为呢，应该是说一生中啊，来过一次就够了。下次再来哈，我一定不会进去。